如果说王蒙是在用彪悍的速度冲击金牌，那么韩国国宝级花样滑冰名将金妍儿将会用优美的冰上舞蹈征服索契。赛前有俄罗斯媒体评选出索契冬奥会上最美的15位女运动员，金妍儿艳冠花魁。有媒体预测，最具冠军相的10位运动员，金妍儿还是榜上有名。出征索契前，金妍儿在韩国的最后一场比赛，3300张门票更是在15分钟内售罄。榜单和数字的背后，金妍儿承载的压力可想而知。索契一战将会是金妍儿的谢幕之舞。赛会一结束，金妍儿将宣布退役。冰上仙子的最后一支舞能否将索契征服，我们将拭目以待。单人滑是一个人的独舞，双人滑是两个人的征服。在花样双人滑这个项目。